这里不去吃拌饭吗？石锅拌饭反正是老店，他这个就是拌饭，来带着拌饭，吃哪个？那我们去正宗的。哎，这个装修风格可以吗？啊，这个石头我觉得这样搞着挺好的。烤肉店。烤肉店，太凉快了，所以我今天我想特别的走一走。这样最好是空气。哎，那个千年红我们也来也去过。延边的风气是在全国排属第二。你那个桃子怎么这么小？我们那桃子已经熟了。哦，这是杏啊，我以为是桃子了，你看。杏树。还没红啊。还有，还得要一次。我以为这一块全桃子树啊。还要一段时间。这样，这个下雨了，你看，已经到这个店门口了，我们就来这个百年拌饭吗？这个字啊，反正我也不认识，那我就认那边的吧。那边是百年饭饭一起的，可以在这里也可以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你搞到伤口上了？你的地盘？哎呀，这么多台子啊！朝鲜族人的台子。全朝鲜族的，跟我们家的台子也差不了多少啊。这个是倒算的。我看一下了，还挺好玩的啊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是这个什么什么又不像甜的，吃的也不像啊。朋友们说是什么做的？吃啥？吃什么拌饭？有牛肉拌饭、松茸拌饭、原味卤石锅拌饭、野山菜石锅拌饭、萝卜石锅拌饭。你点的哪个？点的那一个？这个？那我就挨着你点吧。喝点水吧，来吧，主人先上，好久没烫过你了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搞外语。多谢。来喝一个。这人特别的逗哦。我发现我太主动了，你有点不太好意思。是。要不我再主动一点，靠近你一点。来看你的嘴巴有多长啊！这个了，给你勺子。这勺子塞不进去呀，太大了。这样，我蹲在那里，我能喝出来它这个茶，它卖茶。喝点酒吧。哇，啤酒要不要？不要。你吃饭饭喝酒，不太费劲吧？干一杯。太满了，我这个。要不然你看我到哪里，我都是提着个水杯啊。来来来来，我们的。嗯，谢谢，谢谢啊！你还带个小丝板。这个也放过来，自己。小心一点。这还是生的呢。这里烫的呢。你看我这个。哎呦，这个是蟹籽，就是螃蟹里的籽嘛。和金枪鱼沙拉拌饭。我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拌饭。哎呀，还有这么多的。还有一个汤。你看我这个这么重啊！哎呀，这个没有点力气还是端不了的啊。谢谢啊，这海菜汤你吃完饭必须要喝的。这样用勺子吗？这是给你勺子了吗？这拌饭是要拌的，我有。这样冲冲勺子啊。一拌就熟了啊、哦。这么烫怎么办呢？谁也不干。对，需要那么办。这里面还有电的。对。哎呦，好烫！这个可好吃喽。像我的也要拌，我的是海菜多。这个碗也不能多。我这个碗是凉的，不用多。你这个怎么没有热的？这个跟你的还不一样呢。我这个你看，这个蟹籽和这个海菜，然后还这里头还有玉米仁，然后还有金枪鱼。哟，还有碗汤。吃拌饭必须得一碗汤，海菜汤。美不美？大拇指了。好吃。最后我这个没动，就是筷子的，香不香？嗯，很香吧？你尝尝我这个呢？你那辣我不吃。那尝一口吧。我不要。
你没一点辣的，那我就吃不下。那有啥呀？那就是金枪鱼拌饭辣酱的那种。你看烫了。好吃吗？我这个好吃。嗯。这是还拌一下，拌凉一点，这它好烫。来对了，长两个。这里有玉米。跟你们说。老九好想端起这个碗，但是这个碗如果一端起来别人不叫是傻瓜，也端不住，太烫了。这里还有葡萄干，还有玉米粒儿。你想着那样吃太老实，太烫了。在这里啊，吃饭吃久了。我说在这里吃饭吃久了，都会学西文了。那是生鸡蛋呢，我的妈！生鸡蛋也放在这里这么热乎乎的，一搞就熟了。我让我吃，我就有一种。人家生鸡蛋就可以吃的了，鸡刚下下来吃起来，他们说还挺好吃的。我只是用开水冲过，但那种吃法我是不敢吃。他们说，我看原先我舅舅年轻的时候，那是我们小舅，你知道吧？还有我爸爸，这样一杯啤酒，一个新鸡蛋。那不行，我接受不了。我这个拌饭里头为什么有葡萄干呢？又甜又甜。这还不当今人的社会的年，就说年轻人的口味了。这样你还吃零食，是吧？哇。我感觉这一盆的饭好像不两碗饭吧。这个锅好大啊！我发现这个大金碗，你知道卖多少钱吗？一个韩国碗，就在抖音上卖25块钱一个大金碗。那也不贵啊，25块钱一个。那个平常的碗也卖20-30块钱一个啊。那是那补锡钢的呗。我的饭都吃完了，这个里面还可以煮菜，还可以烫鸡蛋，这个碗还这么热。对，这冬天吃啊，那可好了。包菜呢？那包菜。包给你。再来一锅啊。那不行。再来一个，吃了一点就浪费了。能吃是能吃个半个，但是还有半个怎么办？你吃吧。我这都吃不了。别人看到我也说我馋死了。我没事啊，吃饭不怕别人说。你怕别人说的话，你就每次都会饿肚子。还差一点肚子了，是空的。咱们这个汤喝完啊。就炒饭。汤一喝，吃的就打饱嗝了。这个石锅拌饭真的，所以潮州狗的啊，这个口味，我吃得来，很好吃。你下次尝尝我这个，比你那还好吃。要不然我上次吃过一个石锅拌饭来这里，我这次我非要吃这个拌饭，因为太好吃了。当当当当，哎呦！挂盖键，还有几碟饭。
粒粒皆辛苦，你不知道吧？再刮。没有了。